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各位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明天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，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二个节气雨水。我一直觉得雨水啊是一个特别温柔啊特别诗情画意的节气。人们经常说呢，春雨贵如油，天街小雨润如酥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时候下雨下的可都是及时雨。古人说呀，东风解冻，冰雪皆散而为水，化而为雨，故名雨水。传统观念里头呢，雨水这个节气的三大物候啊，是塔祭鱼、雁北归和草木萌动。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塔祭鱼啊，冰面解冻，水塔捕鱼，捕到了呢，哎，先不好好吃，而是整整齐齐的码放在岸边，就好像是上供摆祭品似的，搞得特别的有仪式感。那么这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呢，就引起了古人的注意啊，仔细观察，发现啊，蛰伏了一个冬天的水塔，年年都是如此。于是呢，就把这样一种现象啊，作为一种物候现象呢，来描述雨水节气。后来呢，也有人说，不是水獭很虔诚或者有腔调，恰恰相反，是它这个捕鱼能力啊太强了，经常捕了一大堆，根本就吃不完，咬上这么几口呢就给扔了，这样一种贪心和浪费被人误解了。从古至今啊，春雨醉人，佳作迭出。今天我们来欣赏杜甫曾经在成都所感受过的一场春夜喜雨。春夜喜雨，唐·杜甫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居黑，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这首《春夜喜雨》呢，我特别的喜欢，也曾经无数次朗诵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杜甫写出了春雨的灵魂啊，也写出了受春雨滋润的天府之国成都的灵魂。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啊，老杜一定是按耐不住心头的快活啊。虽然他颠沛流离到了成都，在朋友的资助下呢，勉强建立起了一个栖身的草堂，但是啊，天府之国的一夜春雨，满城春花，却一扫他胸中快垒。所以一上来呢，便有一个好字。雨为什么好呢？是因为雨有灵性，知时节，该来的时候来。什么是该来的时候呢？就是这句当春乃发生。夜晚春雨随风而至，滋润万物，低调的似乎未曾到来，细润的几乎落地无声。而诗人呢，也不是用耳朵，而是用心感受到了春风化雨所带来的和煦和滋润的感觉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这两句流水对啊，简直是神来之笔。第三联呢，笔锋一转，写出了一组对比。一边呢是野径云居黑，田野小路，天上云朵都是漆黑一团；可是另一边呢是江船火独明，暗夜中啊，只有江上渔船灯火明亮。这一明一暗，相反相成，唯其暗，才愈发显得江船之明，鱼灯之亮；唯其亮，才愈发突出乌云之暗，雨势之浓。最后一句，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诗人美美的睡上了这么一大觉啊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睁眼一瞧呢，哇，整个成都城啊是花团锦簇，千枝万朵浸透了充足的水分，挂上了晶莹的水珠，枝枝饱满，是朵朵艳红。
如同是美人啊，害羞低了头。一座景观城就这样被一夜绵绵密密的好雨滋润成了春世界花海洋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一场春雨润物无声，滋润了杜甫的诗笔，也陶醉了唐寅的画笔。唐寅呢是明代画家，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他另外一个称谓唐伯虎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春雨鸣禽图就是唐伯虎花鸟画的代表作。这是一幅啊瘦长的画作，一树枯色，但是呢在春雨中冒出新芽的枝条，由画面的右下角呈之字形曲折向上。画面的上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乌黑的八哥，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只八哥。这个八哥呀看起来非常简单，可是画起来呢却相当考验功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是一般的禽鸟啊，羽毛斑斓，大可用绚丽的色彩呢来表现它的美丽。可是八哥浑身乌黑，颜色非常单一，画家借助的颜色只能是一种，那就是墨。啊，如何能够准确的画出八哥黑亮的这个羽毛呢？这个秘诀就在于我们中国的墨呀是一种非常神奇的颜色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究墨分五色。画家通过墨色的浓淡枯湿的运用啊，可以巧妙地表现出色彩明暗的那种丰富变化。在这幅春雨鸣禽图当中，唐伯虎运用的技法呢叫做积墨法。什么叫做积墨法呢？就是一种层层加墨的画法。一般呢是用淡墨啊开始染第一层，等第一层快要干但是还没有干的时候呢，再用稍微浓一点的墨呢来画第二层第三层。这样下来这个墨色啊光彩十足，画出的这个物象呢也非常有立体感。当然这个东西呢说起来非常容易，做起来就很难了。啊，如何能够保证这个线条参差交错，墨色不堆叠死板，这就要考验画家的功力。体现功力的还有一点，你看这只八哥的脚，它跟枝条的那种关系啊，并不是死抓着或者死压着，而是表现出啊，这个八哥刚刚落在这个枝头，那个一瞬间那种轻灵微妙的状态。啊，你似乎可以感觉到这个枝条啊，还在微微颤动。